1905年，18岁的杜尚正为即将到来的义务兵役而苦恼。按照当时法国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规定，所有成年男子均需在常备军中服役3年。年轻的杜尚自认为没有穷兵黩武的精神，寄希望于一种叫“三年法”的规定躲避兵役。按该规定，医生、律师只服役1年。显然，要取得这两种职业的资格太过困难。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职业可以躲避兵役，艺术工作者。而此时的欧洲，工业革命后积累的能量在这片大陆上爆发。新的发现，新的学说不断刷新人对于世界的认知。相对论、量子力学推翻了过去被视为真理的牛顿经典力学。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首次证明了非理性意识的存在，动摇人类的理性信仰。哲学家尼采拒绝理性，认为人们过分依赖理智而丧失了情感和激情，并呐喊出上帝已死。不同领域互相作用，致使传统艺术的高墙逐步瓦解。过去一直被摒弃在绘画之外的东西被逐一引进。印象派追逐光与色，野兽派进一步解放了色彩，立体主义确立了一种新的造型方式，未来主义则崇尚现代社会的力量与速度。不同的艺术团体相继出现，不同的艺术运动自发地在欧洲各地举行。绘画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呈现出空前的繁荣。1912年的巴黎是立体主义的天下。这一年，杜尚把自己的绘画作品《下楼的裸女》送去参加由立体主义艺术家发起举办的独立画展。然而，主办方却通过杜尚的哥哥告知其作品被拒绝展出。这起不光彩。他们圈子内的什么不是？行啊，既然这样，这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去加入团体了。此后，杜尚不再画画，离开巴黎艺术家圈子，成为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然而，命运却时常捉弄人。1913年，美国为了将当时欧洲如火如荼的新艺术介绍给美国艺术家，举办了第一届纽约军械库展。杜尚、马蒂斯、毕加索等艺术家的作品均有展出。杜尚一年前被独立艺术展拒绝的《下楼的裸女》也在其中。不同于其在巴黎的默默无闻，这幅作品一经展出便引起了纽约艺术圈激烈的讨论，主要是负面的。媒体对其狂轰滥炸，一些批评家认为这对公众道德产生了威胁，将其形容为木瓦工厂里的一场爆炸。但是无论如何，这幅作品在纽约艺术家圈是彻底火了。19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认为各国和各教派间的界限和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消失，整个人类融为一体，和平与安定这两项最高的幸福将降临在每个人身上。1914年，以费迪南大公遇刺为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由于各国之间相互的利益纠葛，不到一年时间，整个欧洲几乎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枪炮讲话时，缪斯陷入沉默。在全民动员、战壕遍布、无数生命丧生的悲动中，艺术家似乎丧失了回应的能力。在1914年至1918年间，没人写出一部长演歌剧，交响乐停滞，文学干涸。面对正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不少法国知识分子勇敢地走上前线，投入了抗击德军、保卫祖国的战斗。这当中既有以著名哲学家阿兰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大学生，如著名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杜尚的两个哥哥也应征入伍，而杜尚却在此时选择离开巴黎，前往尚未卷入战争的美国纽约。1913年，引起巨大争议的军械库展使杜尚名声大噪。在纽约，杜尚被视为来自欧洲的著名艺术家，得到了他在欧洲绝不曾获得的声誉。但是由于杜尚早早放弃绘画，没有多少作品可以出售，而在纽约连呼吸都需要金钱时，他只能靠朋友资助，同时以教法语为生。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预期，双方均无法给予对方致命一击。旷日持久的战争伴随着的是空前的破坏与巨大的伤亡。意大利未来主义雕塑家翁贝特·波丘尼在一次军队操练中坠马身亡，以画蓝色马著称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兹·马克在凡尔登遇难。不久之后，美国也宣布参战，杜尚再次动身前往中立国阿根廷。然而还未等到他站稳脚跟，从欧洲传来的哥哥杜尚·维龙的死讯使杜尚大受打击，是时候回法国了。1919年，一战结束后，杜尚回到法国，途中得知妹妹的婚讯，杜尚送出一个结婚礼物，不幸的现成品，一本数学教科书，他让妹妹把它挂在阳台上，任凭风吹雨淋。一战的残酷严重挑战着原有的道德和传统，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受到战争的辐射，现代主义在停顿中转型。战争中出现的现代主义不仅仅是对旧秩序的直白反叛，更显得散漫，但也更加强大。它预告了一个实验性的、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时代。1919年，蒙娜丽莎长出了一撇小胡子。当杜尚的蒙娜丽莎在纽约的达达刊物上发表后，杜尚立刻成为了纽约达达的代表人物。在短暂的和平后，迎来的却是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年，为躲避第二次世界大战，杜尚再次返回美国，从此在美国长期定居。自1912年决定不再画画后，杜尚似乎总是与艺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角落里搞点小破坏、恶作剧，拿艺术开玩笑。他反对传统的艺术标准，甚至反对艺术本身。I don't care about the word art because it's been so discredited in some way. But you in fact contributed to the discrediting, didn't you? Quite deliberately. But deliberately, yes. So I really want to get rid of it. It's sort of unnecessary adoration of art today, which I find unnecessary. And I think, I don't know, but this is a difficult position because I,
I've been in it all the time and still want to get rid of it, you see. And I cannot explain everything I do because I do things or people do things and don't know why they do it. 然而，当60年代人们重新发现杜尚时，杜尚却成了当代艺术之父，世界艺术中心也跟着他的脚步，从巴黎迁移到了纽约。